是不是？在这个时候，你看我这身躯跟他这儿形成一个十字，对不对？跟那脚是一个十字，身体是这么。这不对你腰胯，对你的活肩不都有效？你怎么办？进去他讲的熊膀，什么熊膀？这就叫熊膀，嗯，这就是熊膀。这熊膀在哪？比如说你那什么。你用那手吧，那手，这边打着，你看往这一弄，哼，这不就瞬间就赢了吗？对不对啊？我打你也是这样，然后你看你再来手，我这么一走，这一近身，哼，这不都是打人吗？对不对啊？都是打人，然后这人这样，你看，你看，身体比软了，还有点赖了吧唧的，知道吧？浑身放松，这人你看赖了吧唧，赖了吧唧，你看气机放松，赖了吧唧的就在这儿就这么走，嗯，对，然后你挑，我得往上挑，还顺点劲儿。这个一挑，这个手往后一插，这个往上一插，对，师傅主要是练心一横，还有炮锤，三皇炮锤也是打得很不错。这就是来回的，你这不就越做越那什么？你这不就随着你的功力来找，这不可以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再想那，你看，再往那走，你这样吗？就来回这么来，这么走。你这别装不装，在你的活，在你那这都练了，就往里扣了一下，往里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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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就有了吗？我教他，然后就是慢慢的教着人，就接着活。然后平时你头疼，没，那说这肩这不是这么抖吗？对吧？嗯。你抖的时候别老想是。这儿再抖这个肩，想着手就往那插，底下有沙子，有那什么，这都是整体。在你抖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这个劲要气贯掌心。哦。你看那声，嗯。是不是身体抖动的声音啊？嗯。他是这样。你如果不想象着下面有东西，你就这样。你想着下面有东西，你得摸，你就尝一块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。那就这样。那我打人的时候，打人上人，就这一块，就这儿啊，一沉肩一个肘，这就打上去了。你在这儿，你把这个再垫在胸上。垫胸上，你现在我这个肩现在就在这儿呢，对吗？现在在这儿，我在身形不动的时候，我只要一沉这儿，我这一沉这儿就行了。那么我在应用的时候呢，我这往前进步，沉都是一体的，一体一沉就是这样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感觉没用力气似的。就一抬一抬，这人就出去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你再试一下，你觉得呢？站好了啊，你看你呢？就在这儿，就这么很自然。你看，一定得放长一些，是吧？打完了，回来，是不是？我这一上步，往前，甚至说我不用上步，往前不用伸的。我现在重心稍微往前挪一下，往前一用一挤，哎，是吧？对吧？那么你要真正在运动的时候，你打个腿，你去抬哪里？在真正要用的时候，这个衣裳还垫着，这一根就就是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就这样用的。平时练的时候就是，你看练的时候用这个掌劲，用这个掌，你用的时候，伤人就在这儿。我不见得到那个时候，现在我使的是什么？是长劲。什么是长劲呢？这一推你出去了，是长劲，我给你能打出去，甚至能给你打飞了。是吧？但是你身体先往后，姑娘送的666退的时候，
你本身就泄了力量，对不对？那么师傅，师傅每一般都没有主题，就想到哪儿练到哪儿。不让你动，你原地躺下，原地躺下，那时候就这个时候，这个劲儿。你们有想学什么的可以留言给我，然后我跟师傅沟通，然后安排教给大家。这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你也想试试吗？你看你得提。我你看这现在这个感受跟那个就不一样了吧。这个那个是长劲，这个是短劲，你看。是不是它就不一样。这个劲在练习当中不要动，可以找互相找找地上厚点的东西，嗯，或者说是你在树上在哪地方，不用拿人来试这种劲，拿人来试这种劲就很容易受伤了。像这种长劲，我冲进来我推你一跟头，开胯，你知道吧？好，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伤害。这个东西弄好就容易很容易把你伤了你的内脏，这容易受内伤。这就是什么内家拳，所谓的就是沾衣发力，沾衣发力。我现在我要想使这掌的时候，我不是说我在这儿这么给你一掌，哦，我电动的，我不是说在这儿给你一掌，这个东西连内家拳不太推崇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还有很多的讲的都沾衣发力，不是挨着你，挨着你再使这东西，就是它的隐蔽性更强一些。那我现在我在这儿打你，别人就都注意了。那我现在这手机就在这儿，能瞬间的就一下子就爆了，是吧？你得有这种力，就是特别急促的，但是它发劲很短，发劲也很短，它的穿透力很强。就是你泄不出去，说实话，你泄不出去。你来不及泄，现在你体内就爆炸了。有朋友说觉得没有散打实用。它有什么用？你现在传统武术练的就是这个，传统武术不是说不能实战，只是现在练传统武术的很多人都是业余的，他的专业性，他的实战性，那种训练方法很多人达不到，强度达不到。但是所有的武术的东西，你像散打的一些东西，它也是吸取了很多民间的东西组合在一块，它的对抗性很强，它的训练方式不一样。传统爱好传统武术的人，他的跟那个训练方式，他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。所以说，你要是说你要想练传统武术，你要想说是达到那种散打那种水平，你一定得用人来练，你知道吧？对抗性得强。他那个东西呢，就是你怎么说，相对而言练这种东西就不像内家拳现在一开始练呢，就从里到外的那种练法，它更多的是一些体型的一些那东西，所谓的外在的一些那东西，很少讲到里边的东西。对，主要不管是散打和武术都是强身健体，但是说武术最终的目的一定要赢人，嗯，不能被人赢，知道吧？最终的目的是一样，最终的目的是一样，但是练的手段是不一样。然后你看你再走走这个呢，再走走美术馆啊，跟这个是。对，虽然师傅就是，好，你们就是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就是不管是传统武术还是散打，主要都是为了强身健体。嗯。师傅还真的非常非常有功力的，就是一般的就是小伙子都弄不过他。虽然师傅已经50多岁，是一个小老头，但是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有力道的。平时活动的时候就这么走，在家在哪儿玩电脑累了，这么伸伸脖伸伸腰，这不就全都那什么吗？然后就怎么着，平时再走的时候就带上身形，带上这么着就完了，知道吧？具体的现在就没，只是说着没说具体招式，只说一个这一个分一个条，就这个。
对，周老师不跟你说，心意拳里边不就是这个吗？然后在这儿，这不就是马形吗？是不是？很多形就都在这儿。现在先把这个给它弄完了，把这个找顺了，再找后边。嗯，一个钟头了吧？嗯，一个钟头了。差不多了。行。行吧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对，然后大家要有什么问题可以那个加一下 QQ 群，然后有什么想跟师傅问的，然后就可以发给我们，然后看看师傅可不可以教大家。行，就到这儿吧。哎，行，嗯。